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智慧人医守护爱》，我是梁中昭医师。在21世纪呢，糖尿病是增加非常快的慢性疾病。现在全球有1.5亿的患者，到了2025年呢，将近有3亿的患者，他耗用了非常多医疗的资源。可是有些人担心糖尿病吃多了药，他的吃多了会有副作用，想要根治他，又怕他会有副作用，那我们如何来根治它呢？是不是有希望呢？如何来跟它和平共处呢？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中医部的内科主任林崇顺主任来到我们现场。林主任你好。主持人您好，全球的观众大家好。林崇顺现任花莲慈济医院中医部内科主任，同时拥有加医科专科医师资格，认为中西医相辅相成，一般民众是最大受惠者，总是以细心耐心的态度向病患解说，期待给予最好的照顾，擅长内科、妇儿科及中西医整合。在节目进行之前，首先为您介绍中医部的坚强call-in团队，首先是我们的柯建新主任，中医科的林玉莹医师、林金伟医师、杨成赞医师、王建豪医师、吴新杰医师。观众朋友，如果任何有关中医的问题，欢迎call-in03-8561-337。我们知道哈，糖尿病哈，一般来讲都是现代的文明病嘛，在古代里面有没有这个弊病？糖尿病其实就是身体对血糖的调控出了问题，让身体的血糖变得很高。那高到很高的时候，就会从尿析出，我们就叫糖尿病。那在古代当然没有验血糖这个，对，那不过糖尿病它在发病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症状出来。那它发病的时候的那些症状呢，在中医会跟中医以前古代的一些像消渴症它的那种症状是很类似的。所以在中医古代其实大概就是比较偏类似消渴症这个范围。我知道你有一个病人黄先生他是有高血脂的症状，其实我们知道糖尿病都是症状不明显的可是他没有想到呢，这个糖尿病呢却悄悄地伤了他的身。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经营民宿的黄建中，整片的草皮与树木都靠自己打理。虽然有20年以上的高血脂家族史，但是热爱运动的黄建中认为自己有定期验血检查，保养得宜，应该不会罹患糖尿病。没想到52岁，2012年的冬天，一个月间体重暴瘦10公斤，原本还很高兴自己体重减轻了。糖尿病发作，其实自己不知道，那个前后我估计大概是从90公斤左右降到79、80。不特别爱吃水果的黄建中，在确认是罹患糖尿病前的2个礼拜，经常半夜爬起来一次可以吃掉5-6颗柳丁才觉得过瘾。晚上饭后呢，不是会想再多吃东西，就是很想吃水果，各种水果，苹果可能会吃个1颗2颗，半夜睡不着，就是想吃水果，譬如柳丁啊，各种水果，只要有水分的也好，对吧？就吃了一大堆水果，可能5-6颗柳丁，那容易把一辈子的水果都吃光了。然后觉得这样我现在可能是因为身体进入佳境，所以才特别喜欢吃水果。半夜会起来尿尿，那个尿量都很大，会觉得哇，我身体很好。尿量那么频繁那么多。台湾约有6%的糖尿病患，但是有1/3的患者不知道自己罹患糖尿病，这是因为糖尿病并没有特殊症状。不过细心一点，还是可以发现蛛丝马迹。在病发的前后时间特别明显就是你稍微活动，包括像这家里面稍微上个大概20-30度的那个坡，大概了不起就100公尺吧，也不到。像爬上去我就觉得就是很喘，胸闷，很喘，然后你的腿肌肉部分你就觉得酸了，就这么短短的一个距离。
什么？1000多。哦。哎，标准是150以下。哎，大概是150以下哈。那血糖要高360。哦。糖化血指数13。那一次的检验报告，血脂肪与血糖值的数字让黄建中吓到，他告诉自己，终于轮到我了。谢谢医师。我觉得说在家里面，我家族里面，我兄弟姐妹们，我是运动量比较大的，以前年轻人就是都是选手嘛，那我的运动的时间是比较多的，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跟他们一样。我应该 OK， 了不起就是血脂肪过高嘛，那稍微控制一下就好了。没想到还爆发这个血糖过高、糖尿病的症状。李医师啊，你刚才你说那个消渴症啊，在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说那有什么三消？那三消是指哪三消？消渴哈，一般其实它指的就是说身体会吃很多，会很渴，然后会喝很多水，那小便也跟着很多，对，但是他的身体却一直消瘦下去，就越来越瘦。所以那根据刚刚讲的口渴、肚子饿跟那种小便很多，我们就分成所谓的三消，就是所谓的上中下。那上消就是所谓的嘴巴很渴，一直喝水，那喝了很多水之后呢，他身体并没有水肿啊，也没有说会说整个肿起来，身体体重加重啊，没有，他一样很瘦。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中消，中消就是他拼命的吃东西，他一直觉得很饿，那一直想要吃东西，通东西拼命吃，可是相对的体重并不会上升哈。一般人吃东西就越吃越胖，对，他们不是，他们就吃东西吃越多，但是身体越瘦，越来越瘦。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下消。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些营养物质呢，都从小便排出去，就是把营养物质都排出去了，结果他身体就越来越瘦，那小便也会很多，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上中下三消。那这个基本上是糖尿病，它在发病血糖很高的时候，它就会表现出这样的一个症状。对，那在中医以前就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我们知道中医很重视体质了哈，那糖尿病的比较人会有哪些体质呢？基本上延续刚刚讲的三消，其实只是糖尿病发病的时候的症状。那消渴其实并不是完全跟糖尿病等同。那糖尿病基本上我们知道它是身体的某一些因素引起的哈。那在西医我们大概知道它有几个嘛，就是它是跟遗传会有关系，那跟年龄会有关系，跟它的饮食习惯会有关系等等哦。那所以其实这一些都是它的一个危险因子。那在中医呢，就是其实也是跟这些，比方说饮食的不节制哦，它就引起身体的一些损伤，那损伤到中医讲的损伤到它的消化的系统，就是损伤到中医的脾，损伤到中医的肾哦，这些地方所引起，那通常它就会导致所谓脾肾。那脾肾是中医气的来源，也就是说，通常它之后它会变得很疲倦。对，我知道哈，就是我们没有验血糖哈，能不能就可以检验出有糖尿病呢？基本上它是没有，目前血糖或者尿糖，其实就是检查糖尿病唯一的一个标准哦。那其实你并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看出它是糖尿病。那它有可能有消渴，但是消渴又不等同于是糖尿病。对，消渴有些其他像有一些慢性消耗性的疾病，像甚至有些癌症也会有消渴的现象。对，所以不完全等同呢。所以我们中西医哈，我知道你也有中医的分析的执照了，中西医要配合的哈。那验血跟验尿其实是很正确的诊断出来。那诊断出来当然就是要好好的配合治疗。可是有些人呢，就会想到偏方，很多偏方都会，人都亲家和朋友都会报偏方，该不该信他呢？我们来看这段 VCR。全球约有5%-10%的人罹患糖尿病，每一年新增患者达25万-30万人之多。而人口年龄越大、体重越高的国家，患病人数也明显跟着上升。在台湾，糖尿病已经成为好发的慢性病，
2012年仍高居台湾十大死因的第五名，平均每56分钟38秒就有一人死于糖尿病。然而坊间的偏方上千种，许多患者误信偏方，其中更有不少人因为服用偏方而放弃正统疗法，反而让血糖不断飙升。因为那时候我们这么年轻会得糖尿病，就觉得本来就觉得不可能嘛，所以没办法接受，然后我家人也觉得没办法接受，所以就想很多办法，而且吃很多偏方，然后也去一些秘医那边去吃一些很奇怪的药，然后但是后来都没有效了。那这种偏方的这个服法啊，是常常在我们的这个民众里面常常会发生，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如果是有人介绍你，有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不用吃药，可以姑且一试，那这个方法会造成我们的血糖会偏高。糖尿病患者大多没有任何症状，容易让人轻忽，长期下来将导致其他并发症的发生。血管壁上的蛋白质就会变得糖化蛋白就比较硬，所以它有很多的机制，就是脂蛋白、血脂肪不正常，然后血管壁的蛋白就会硬化，所以糖尿病最主要是血管硬化疾病了，最后是中风、心脏病、肾脏病、眼底病变，都是血管的变化。医师提醒，治疗糖尿病必须定期的服药或施打胰岛素，同时也要监测糖化血色素，才是正确的治疗方式，千万不要乱服偏方，反而加重病情。李医师，我知道血糖突然升高会有哪一些危险？血糖如果说突然高到很高的时候，那首先像大概高到300以上400-500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那种糖尿病的一个酮酸中毒。那如果说血糖更高到了600以上那它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高血糖高渗透压性那种非酮酸性的那种昏迷的一个现象，它会影响到它整个中枢神经，那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导致死亡的一些急性的一些问题啦。那不过以现在的药物来讲，如果说能够正确的使用一些药物来控制的话，发生这样子高危险的机会其实是已经很少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健保比较方便了。在20年前我当那个实习的时候可能还有，现在几乎很少了因为健康检查很重要。可是呢，大家就怕吃多的会变低血糖低血糖会有什么症状？低血糖的话，大概一般如果说低到血糖70以下的时候，大概开始会有些人会开始觉得肚子很饿，然后会有发抖，然后冒冷汗的一个情况。可是如果说这时候你没有赶快补充糖分，那很容易就会造成它更低下去。那如果血糖低到50-40以下，甚至有时候它就会昏迷，那更严重，其实就会到死。所以糖尿病的患者不但要知道高血糖的症状，要知道低血糖了。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药食同源嘛，很多偏方也是草药跟食物吃有什么关系？不过因为偏方，所谓的偏方其实就是，既然讲偏，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用嘛。对对。可能他少数有几个人他吃的有效，但是不代表所有的人都有效。也就是说，其实他并不是经过大规模的去验证，他只有少数的人的经验。那大规模使用的时候，有可能绝大部分的人是没有效的。那所以其实，这个当你是没有效的，那你又放弃正统的医疗去追踪的时候，很容易血糖就会一直往上升，对，就会导致很危险的一个状况出来。有没有效当然是医师来判断的，所以我知道刚才西医跟中医，就中医非常重视体质了，那我们的糖尿病的体质要来怎么样来调整呢？那糖尿病基本上它在身体，我们也是认为就是大部分是比较偏代谢的问题，那在中医代谢的部分是比较偏脾脏的问题，中医的所讲的脾跟西医的脾脏是不一样的。对，那还有就是它是一个
通常跟年纪比较有关系，是身体的一个代谢机能退化，那这个退化又跟中医的肾有关系，所以在中医的部分大概会比较偏从脾肾这个部分来着手。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他表现出来的现象，他身体目前的症状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中医其实就是要去看他身体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那身体到底是哪个地方的不平衡，因为中医讲中其实就是平衡，那这样的一个身体的脏器啊等等的不平衡就导致了这个疾病。那我们中医其实就是想办法把身体的平衡状态调回去到正常的状况，那身体在平衡的时候就可以发挥它身体自我疗愈的一个作用，让身体慢慢的趋向一个健康的状态。像黄先生，其实他听到有糖尿病，很多人也介绍他偏方了，还好他最后是因为中西的调整，把他的病慢慢的康复。我们来看这一段必须啊。过去可以一次吃掉两个便当的黄建中，现在除了节制饭量，家里也改吃糙米饭，多吃青菜，口味也清淡许多。可以吃两个便当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就是吃一个就好。那你觉得不够饱吗？我就加强水果或者蔬菜类啊，比较没有油脂、比较没有热量的东西，我就去填那个空。亲朋好友知道黄建中罹患糖尿病的讯息之后，提供各种偏方与建议。然而认真思考如何面对糖尿病这个终身慢性疾病，他决定信任医师。我从来不进入那一块偏方啊，包括有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当他知道我这个病啊，我告诉你一个，你要吃糖。我说啊，糖尿病你还要我吃糖？你有没有搞错啊？他说你没有搞错，你没有搞错，我告诉你要吃糖，你要多吃黑糖啊，直接的蔗糖。那他年长我当然我回来我会稍微去研究一下，去看一下，的确有这一派哦，多吃这一类的糖啊。可是我是不会去做这件事啦，因为毕竟它还是糖嘛。黄先生，你好，好久不见。是啊，是啊，是啊。我们这边服务都很友善，所以你欢迎你随时有问题都可以来找我。是。你鞋子袜子要脱掉，因为要量那个身高还有重跟体脂肪。9月9号来抽血的，对不对？是的。黄建中采取西医治疗、中医配合调养的策略，每3个月他来花莲慈济医院回诊，应有的检查不能少。整体来看，你的血糖很好呢。你从一开始发现到现在，你的血糖已经跟我们正常人几乎一模一样了。那现在就是请你保持稳定就好了。好，好吗？我觉得我对。然而数字会说话，忠实地呈现他的身体状况。除了血糖很快恢复之外，糖化血色素也就是3个月的血糖平均值控制在标准值期以内。不错，进步很多，谢谢。以前从糖化血色素11进步到6.7，现在进步到5.7，比我们的标准还要好。谢谢。所以药可以慢慢减，假如下次还是控制得很好，那我们再减药。好。所以糖尿病不是说一直都一直加药，有时候控制得很好就减药。好。那又没配合你的中医的调理，这样会更理想。好，谢谢，谢谢。好。除了西医的诊治，黄建中相信中医能够调养他的身体。会有那种低血糖的那种症状吗？没有症状，但是可能手脚会比较冰冷一点。吃中药，然后又吃西药这个部分，中药是可以让他会控制的比较好。那控制的比较好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是怕低血糖过低啊。那血糖过低其实比较危险。这2次验血都没有变动，5.7跟5.9都是一样的，我都吃一样的药。对，控制的稳定，其实就是慢慢西药这部分可以减。
经过中西医的调理，半年后的黄建中体力明显进步，能够回到球场陪儿子打篮球是他最珍惜的美好时光。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膝盖啊，那个腰啊筋骨部分会比较冷冽，大概要20分钟半个小时以后才会觉得酸痛不在，用药看半年以后，他慢慢调整补强那个气力以后，最后两季就改善了。所以现在来根本就几乎可以，老实说可以不用热身，你就觉得很充饱了，可以去上，这样落差蛮大的。回想那段灰色的日子，支撑自己的是想拥有好的生活品质来陪伴太太跟儿子。身体状态好的时候，人的情整个的情绪完全不一样，那个你要说他那个斗志也好，那个我就不一样。以前你只想要打打草，现在你会想要去砍树。黄建中感谢花莲慈院中西医的配合，每次细心的问诊，仔细了解他身体的变化，是他最好的靠山。运动很重要，可是当你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你根本懒得去运动了，你根本就没有那个气力想要去运动，那里痛，这里不舒服。那如果经过中医的调整以后，你会改善很多心理或身体上的那些不舒服。李医师，很多偏方都讲得煞有其事一样，他真的能根治糖尿病吗？目前其实世界上还没有真的可以根治糖尿病的方法了，那顶多只是说控制，那控制的好不好，那像以中医来讲，其实也首先也不求根治它，但是我们希望可以能够尽量减少它用药的部分，不然因为其实用药西药的部分有可能有所谓的那种胰岛素抗性的产生，那它会慢慢的越药量越加越重，那配合中医，那配合生活习惯上面的作息的调整，那其实让它控制，要尽量药物尽量去减少它的使用，其实对病人的影响就比较少，那也比较不会有那些副作用的产生。对，大家都怕药用越多，就要打胰岛素，对对对，就比较严重。那我知道黄先生是中西医配合来做了哈，那他的重点是什么？可以跟我们观众说明。其实重点就是你采取两边各个的长处，那不要说因为哪一边你觉得哪一边好，你就单用了一边，结果你把正统的一些追踪的部分你放弃了，那这时候其实就有一些潜在危险有可能发生了。所以其实重点就是在你即使你要试偏方，你要试各种不同的医疗，你还是必须要定期的去追踪那个血糖的变化，那还是要能够配合，那如果好的话，那当然西医可减药啊。对对对，我知道我们平常糖化血色素正常人应该是6左右嘛，对不对？对对对，它已经降到5点多了嘛，哈，所以我在看到你在中医这边有打算跟他稍微调整药，那西医那边如果说持续降也是要降低，因为毕竟低血糖可能它的严重性会比较高了，对对对，所以因为我们就是现在糖尿病的治疗哈越来越进步了，千万不要相信偏方了，像黄先生一样。他又能够调整体质，刚才看他吃呢也变得清淡，还有呢规则的运动也是很重要，刚才他的体重好像控制也很好了哈，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的中西的合作能够把糖尿病控制得更好。今天很谢谢林医师来到我们现场，谢谢。